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方程老师要来介绍的是把分数化成循环小数那化成小数的话，就是有可能它是有限小数，有可能是循环小数。那接下来题目是循环小数的部分，我们一起看看。好，那11/5要怎么样化成循环小数呢？很简单，这个跟以前国小的时候学的一样你可以把这个11/5，把五呢放到里面然后11放在外面那当然是不够的话要补0，那也可以用4 14 4，好，剩下是6，那再补0，可以用5 55，剩下是5。好，那你发现这个5是不是跟这个原来的5是一样的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里补0的话，那继续做是不是又要变用4，那又会得到下来会剩60，又要用5，又要剩下50，以此类推。所以这个地方跟它上面一样以后，你会发现这里后面就是4 5 4 5，一直重复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答案显然就是0.45，然后这4 5要循环，4 5要循环，这样会了吗？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题。好，第8题，他说把1/7化成小数，那当然这个1/7，因为它的分母不是2或者5，所以它不会是有限小数。那不是有限小数，那它当然就是循环小数。好，那一个分数化成小数不是有限，那就是循环。那循环小数后的第2010位，它的数值是多少？好，那既然是循环的，你就知道说它一直重复出现，所以你要把它的循环解把它找出来。好，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把它找出来。好，这个1/7的话，一样，你要找的话一样是先把上面的一放里面，七写在外面分母是外面，分子是在里面，那不够50，所以0点。好，那就用17。好，那会剩下的就是3，再补0，用4，就是8。好，剩下2，再用2，是4，剩下6，再用7 8 56，剩下4，再用5。35，再用6，42，80，再用错了，因为7 7 49，对不起，错了，不是42了。49，果然一又回到一了。好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是142857这样的循环。好，所以它是等于0.142857的循环，所以它循环卷是6。好，6位一组，所以如果是第七个就是1，好，1 2 3 4 5 6，第七个就是1，第八个就是4。好，所以每6个一组，所以我们就要看出这2010每六个一组的话，你把2010除以6，那2010除以6当然是3 18，剩下21，3 18，剩下30，刚好整除，刚好整除。好，于零的话表示我们发现最后一位数字就是7啦。如果于1的话就是1，如果于2的话就是4，于3是2，于4的话第四位就是8，第五位是第六位，或者没有余数没有余数就是最后一位，就是7所以于零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呢第2010位为